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德国莱茵金属梅诺格出手了，他说要在乌克兰直接设立生产战车加军火的工厂。大家可以知道，其实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本来就是一个钢铁重镇，很多苏联时期的武器，包含了他们的战车之王 T64， 几乎都是在乌克兰生产的。所以乌克兰其实在重工业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只是后来因为乌克兰在经济上逐渐走下坡，把很多军工业都慢慢当成经济品在销售，现在要让乌克兰的军工战力、军工产业重新站起来，美国、德国都非常非常愿意的协助，因为它的基础在，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钢铁制造业的重镇。所以现在德国莱茵基础公司跟乌克兰的军队签订了军工合作的一个备忘录， KF31 三猫型的步兵战斗车，这是一款具有30公里机炮，而且一次可以载6到8名全副武装士兵的机步战斗车。大家看，就是画面上这样，它有非常强的战斗力，而且呢还具备了装甲防护力。最主要是各位，它的机炮整个包覆内部有任何的这些先进的装备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它射得更快，打得更远，而且呢枪管不需要不断的去更换跟这个降热，因为它有先进的科技包在里面。那这一款新型的 KF31 三猫型的步兵战斗车即将在乌克兰直接落地生产。那这一款是 KF51 黑豹主战车，这一款厉害了。我们即将获得的 M1A2T 战车，大家记不记得它的口径是多少？120公里的滑膛炮，120公里，130公里啊！这一款 KF51 黑豹主战车，52倍径，130公里的滑膛炮，它的炮的口径足足比 M1 大出了10公里啊！这是相当大的突破，口径超过现在所有全世界的主力战车，威力大增。那么这一款 KF51 黑豹主战车也将在乌克兰落地合作来生产。那么这一款大家比较少看到，这是弧形的6轮装甲车。这款装甲车它前面是比照一般军卡的设施，后面具备了装甲防护力，上面可以带更多的武装士兵，在战场上可以取代战场计程车，可以透过它的高机动力、它的装甲防护力，将所有士兵非常安全的从甲地运送到武地，这是一个兵力机动的利器。那么这一款也将在乌克兰生产。哇，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款看起来像战车，其实它是叫做天空射手，它是防空，它的专长是防空，它具备了用豹一战车的底盘来改装，近程防空的武器，有效反制多种空中威胁，强化了乌克兰的防空。我告诉大家，这一款天空射手35快炮1分钟1000发，它的虽然只有单管，它1分钟可以连续发射1000发，而且它的炮管有经过了特殊的冷却设计，不需要频繁的降温，所以呢它在结合了雷达之后，它的效用可以专门克制无人机克制无人机，防止游荡炸弹。所以这一款不会再用这个所谓的飞弹打小鸟，它用非常先进的防空的35快炮，结合上雷达，结合上它的整个射速1分钟1000发，最主要是它的炮管不需要频繁的降温冷却更换。所以这一款战车也将强化乌克兰的防空。大家说啊，有机步战斗车，有战车，有运输车，有防空快炮，弹药呢？弹药在哪里？还要从北约运过来吗？还要从美国运过来吗？告诉大家，一并想到了，整个美国的诺格公司将在乌克兰开设什么兵工厂来生产弹药啊？这个兵工厂由乌克兰来出资，将生产中口径的弹药有效扩展到155还有战车的弹药。大家可以看，可以直接生产155的弹药，所以说不需要再去进口、再去运输，直接在乌克兰境内生产155的榴弹炮，还有战车炮。所有战车的武器，不管是穿甲弹、翼稳脱壳穿甲弹，或是所有的包含35快炮的这个炮弹，全部都在乌克兰生产，不需要再运输。大家觉得这一段有没有很熟悉？要让一个单位安全，
透过远程运输，那只能治标，什么治本，让他自己具备生产与防御的能力。现在台湾也正在积极准备这一块，就是借进乌克兰的战场，要外销要运输太慢，最好的方式本身自己可以充分的供应自己足够的武器。所以乌克兰的战场让北约让美国产生了很多对于协助对于联防对于支援对于强化友军战力的另类的思维。